然后稍微有点厚，大概这么厚，大概像纸铅笔哈，都有铅笔，它有铅笔的厚度。好，那做好以后，放在，等一下我拿纸给你哈，放在一张纸上面，那纸呢？ 每一张纸啊，烘焙纸，要这样放，这样放七片，然后每个边边呢要有一点点距离，为什么呢？缝缝，它头会膨胀，现在做衣服有缝，它可以做个大顶，这样可以了吗？ 然后再把这个掐，这个做出来以后，中间稍微把它压一点点凹，一点点凹，要放果酱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先做这个动作，好，先把这个饼干先做好哈，好，那你们先。